您这个其实您动作不错，就是能不能这个用点重心，再有一个就是撞击多一点，撞完了再擦。您现在就直接这个压太厉害了，稍微亮一点，身体动一点。您看这是擦过来的哈，有点撞击然后再擦。对啊，撞擦，对，先撞再擦。好，对，完了以后这劲儿啊，完了以后这劲儿往这儿串，身体这劲儿啊，这叫板头，它离身体最远。你看反手的板头在这儿，正手的在这儿，这劲儿完了以后，您看我撞完了以后擦，擦完了以后这劲儿从这板头往外串，您觉得有点往外串的感觉，这劲儿就大了。好的，太棒了，你就发力吧，没问题。